反正我拍秋蝉的时候是特别的开心，然后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我是拍到最后，我还说我是那个感觉刚刚拍到很过瘾的时候，怎么就杀青了？所以对这部戏来说，我是带着一种非常激动的心情，非常过瘾的状态拍完它的。反正我们这一次我是第一次正儿八经拍枪战，然后我们拍枪战的时候还有爆破的时候，对我来说第一次拍有一些些担心，然后在整部剧里我也克服了很多可能真枪实弹的一些戏，然后内心戏非常多，然后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演绎方式。非常感谢他们可以喜欢我任嘉伦，喜欢我演的每一部戏，那我希望过后可以每一部戏出来呢都不会让大家失望，然后也尽量可以挑到既突破自己然后大家也喜欢的戏，然后演给大家看，让大家满意。对，